Hello， 我是 Justin 黄明浩。实不相瞒 ，Justin 的手是一双魔术手，他非常的具有魔力。来，今天就要给大家变一个魔术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计算机，上面有一个六，我们再来打五个六，一二三四五，一加五等于多少？一加五等于六，那这个计算机上面就有六个六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虽然这双手特别的溜，但是我就想低调一点，我就不想要有这么多个溜，那我只能怎么办呢？魔术手一般人会去掉，对不对？那我魔术手要怎么去？我直接就一个溜就没了。哎，还是太多了，五个溜，不行不行，再去掉一个，又少了，我就再来，去，去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又只剩下只有一个六了。但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六不行不行，不满足，得回来。怎么？那我们怎么就把这个六给变回来呢？那魔术手其实大家看好啊，我这样子，这，六就回来了。老铁，双击666，关注魔术师不迷路，魔术师带你666。